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大师可以先把网游游戏是神魔师好，那个现在呢 PVIC 终于开放了升华，那我们来先把耶稣给升华吧。那上一期我们升华第一阶段，现在我们升华第二阶段，魔化的一页书。好，回到《陆神魔之塔》，纯粹是因为霹雳布莱希又复刻了。这次呢，天生真龙跟那个妖后都复刻了，七天帝也会复刻。我们要把七天帝给拿回来，因为之前挑战七天帝失败。耶稣本在树下运功疗伤时，武器和随身的物品忽然被一名少女偷走，他只好风风火火的追上去，这才发现原来村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对付一直以来欺压他们、抢夺他们资源的山贼，为了替村民出一口气，同时也是为了阻止山贼的恶行，于是答应替村民去对付山贼，但条件是村民从今以后再也不可以偷走旅客的东西。在村民的带领之下，耶稣来到了山贼的根据地，很快耳边就传来一阵男人们的狂跳声和欢语声。耶稣藏身于附近草丛，仔细观察山贼，在确认他们的人数后，耶稣不禁嘴角微微上扬。在他们身上感觉不到功力和力量的气息，看来又是一群乌合之众。正当耶稣观察他们时，忽然传来一把刺耳的少女哭声，一名少女被两名山贼又拉又推的带到山贼首领面前，少女不断哭着求饶，可是山贼们根本不在意，他的双眼只盯着少女的瞳底，山贼们用力一推，少女就这样倒在山贼首领的面前，山贼首领将少女一把拥入怀中，轻轻拖着她下巴，开始通控着她，双手更肆意地游走于少女的通体上，哇，十八禁！少女不断突，她想要把山贼首领推开，可是力气却不够。耶稣看着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再也按捺不住，他双手运转功力，直朝山贼们冲去。正常耶稣的话，早就不用去观察了，直接轰了吧。这故事应该是神魔他们自己编的才对。我在讲什么？应该是我应该意思是指说，他们不知道有没有跟 P 他们做故事的这个讨论。住手！快放开那少女！不要来坏收你的好事。OK， 应该不用那个奇技能吧？嘿嘿嘿。蛮硬的。我在装什么？我在洗技能。差不多了。升华其实都光华都做得蛮简单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我录这个也是为了看一下故事而已。你通常玩圣魔之塔的人，我不相信他有真正在看这些故事。好，两关而已啊。真是不知好歹家伙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我会把这句话原封不动还给你。六个按，然后哦，就要先打死左边的。Nice， 六颗，好不够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有了。就这个珠子不好，再洗一下。这样，哦，有了。对不起，耶稣大大。耶稣心中被那三彩首领和那爪牙给打倒，三彩首领倒在地上动也不动。耶稣凑上前想要看他怎样死，岂料三彩首领突然转身，并朝耶稣撒出毒粉，毒粉瞬间流遍全身，耶稣感到轻。经脉乱流，整个人莫名鼓噪。
不会像这魔化了吧？魔化耶稣不是这样来的 ，OK？ 哎，他怎么魔化耶稣当时怎么魔化了、啊？忘记了。吸入毒粉的耶稣混乱，像四周发生攻击，他只感到有股焦躁难耐的力量在体内流走，一心想把力量轰出。商人们都被眼前的耶稣吓到，谁都不敢上前对付他，只想逃走。耶稣发现，连忙逃到商人们的前方，阻止他们继续前进。他朝商人们的头颅轰去，商人们逐一倒下，转眼间就只剩下商人首领。就在耶稣想要把三位首领杀死时，傲笑红绳从旁冲来，挡下了耶稣的攻击。他冷静将耶稣压倒在地，然后飞快地将他背上点穴。耶稣吐出一口黑色的血，狂气终于散去，恢复本来的理智。三位首领本想趁此时机逃走，却被傲笑红绳发现。傲笑红绳将他击昏后，走去扶起耶稣。没事吧，耶稣？一样输，信号有力。多谢傲笑红绳。魔幻耶稣，好，故事结束。好啦，我要想那个升华，直接做一集好了啦。好，现在是升华二，移动腐蚀消除角色所在直行的一组3D或以上，该会的人也提升15%。好。然后我们来进行耶稣升华第三关，第三个升华三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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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傲笑红尘，你怎么来的？风之痕呢？我和他拼尽全力，终将铁盾阵容击倒，但风之痕还未恢复过来，所以我先来找你。那我们要更加快脚步，不能担心速环阵，毕竟对手可是那七天帝。耶稣替村民前去教训商贼众，商贼们无一不是耶稣的对手，但是首领却使出尖招，在耶稣不为意时，向他撒出毒粉。就在耶稣快要因功力乱流魔化时，幸得傲笑红尘及时赶到，立即为他运功疗伤，他这才逼出毒血，恢复本来的理智。再把商贼都绑起来后，耶稣和傲笑红尘再度朝七天帝出发。他们穿过树林后，来到一片荒地。这里本应是充满生命的，但如今却因七天帝的力量变得荒芜，四处都是深刻的裂痕。耶稣忧心的四处张望，赫见树环阵倒昏倒在地，而张万师正站在树环阵身旁。耶稣便怀疑张万师是七天帝的伙伴。你这家伙，不准你再接近树环阵！慢着，耶稣。耶稣有这么不讲理吗？有这么不讲理吗？有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慢着，你误会了。面对耶稣的突袭，召唤师冷静的从袖中抽出数张卡牌，一阵强光耀出，三名战士出现，并挡在他们两人之间。接触他们了，转太慢了。
这人到底用什么招式？是幻觉吗？还是操纵者木偶？敌人会隐身上场，直到发动第一攻击，隐身时间不受任何攻击伤害。OK。哦，红色音波中还没开，好吧，先洗一波。这样。进修心是不是？哇，这时候开，看它开掉了，糟糕！那还好，这刚才没有消到阻止。哇！我要死啊！咱刚才不要转了。好，意外。好，我们快转。好，我们重新挑战了。我们到了这一关，这一关应该要先等耶稣那个开技能，不要先开会比较好一点，我觉得。洗一下，好，来，一颗的减伤，帅。哎，那为什么耶稣开的没有声音？救世英雄不是会讲吗？啊，我在干嘛？没想到光珠，算了。我在干嘛、啊？我手残呀、啊。哎、欸，滑鼠转真的很难转，我真心不骗各位，千万不要弄滑鼠转，只会跟我一样。我手转不是这样的，各位。下次让你看到我看，让你们看看我手转的厉害。完蛋了啦，又要死一次了。好，可以回血，可以回血，我就不用怕了。吓死我了！耶稣正和召唤师手换出三名战士打的不分高下。正当耶稣想要使出强招时，忽然树林里传来一把声音喝止他。什么声音？不！停手！耶稣，这人不是我们敌人。剑子仙师出谷龙秀和福建分说。就在耶稣和战士之间战斗进入八六化时，不远处传来一把声音喝止双方战斗。耶稣和召唤师一同朝声音的方向看去，来者正是神州三教的顶峰剑子仙姬、树火龙秀和福建分说。他们三人飞快地跳到耶稣和战士们之间，阻拦着双方的战斗。傲娇红尘亦在此时来到耶稣的身边，这人格的诡异力量，树王正又昏倒在利的身旁，在他的身旁，他岂有不可能是敌人？你先冷静一点，听我们说吧。你耶稣有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吗？
还在那下已经被魔化了。来来来，第四阶，我们目前还剩多少啊？我看一下这个进入关卡冷却两回合 ，OK， 好，最后一个了，3000多的灵魂石，弃天地一战，来来来。OK， 耶稣和爱红尘沿着七天地砌起来一片荒地，正在建造昏倒在地的苏婉贞，而赵万奢正站在苏婉贞身旁仔细端详着。于是耶稣便认定此人与七天地是一伙，苏婉贞会有昏迷并与此人有关，并和赵万奢展开了激战。此时山下顶峰突然出现并制止两人战斗，为苏婉贞检查伤势的苏荣秀缓缓站起，露出自信笑脸说：苏王真身上的伤是七天地所铸的，与此人无关。不过你没说错，那我有更强的力量，苏婉贞就不会为了保护我而受伤。相信苏婉贞是不会后悔这个决定，你也不必自责，我为刚才的误解道歉。就在此时，大地再度传来猛烈的震动，七天地正在吸收神魔世界的力量，两股强大的力量融为一体，使七天地更为变得更强。他充满杀意的眼神环视四周，忽然仰天狂笑：都给我毁灭吧，你们人类没有生存的价值而且资格，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，要尽快制止他，否则这个世界将会被摧毁。来来来，哇，风化腐蚀，七天地就由我们来应付吧，苏婉贞拜托你守护了，放心交给我吧。这个是消除场上的光，然后腐蚀哈啊，靠北，不小心打，按错了，我点错人了。这么多新珠，光珠一个都没有。找借口啊，是真的很难转。我已经转得很尽力了。为什么一直没有光珠啊？你看，很烂呢、欸。然后又缺光珠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这次可以带走了吧？然后我实在不懂，为什么佛教分说是木属性的，不是光属性的？
你们统统一起来吧，别浪费我的时间，别要浪费我的时间。我只是怕你受不了啊。什么对话？新年纪念的家族。哦，好、啊，等一下。九力扶持转换三力，木、水、火。嗯不然为什么耶稣没有喊孝敬英雄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然后没有关注，我开个屁！这样弄叠住了。我先叠新珠好了，刚太早开了。好，我直接跳转，因为花太长时间了，直接剪掉。耶稣翱翔者，三重底风，一同朝七天地发动攻击，千里冷坑一声，五种元素之力在他身边展现。直朝一夜书等的轰去，幸得三角顶峰及时运转功力，才把七天地攻击勉强挡下。噔噔噔噔，可恶，可恶！七天地真是难对付的对手啊！面对强大拥有压倒性的实力的七天地，即使有三角顶峰相助，他们还是陷入苦战。正当一夜书有一刹那犹豫之际，千力一击朝他发动猛烈的攻击，神经喏，危险！千钧法师技召唤师及时赶到耶稣的身旁，并以力量造出护盾，虽勉强挡下这一击，但召唤师也受了伤。耶稣扶住召唤师，充满怒意的眼神紧盯着千钧帝，怒要对付千钧帝，必须集合众人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叶小钗与六玄之首亦终于来到，叶小钗立刻奔到苏王真的旁边。为他疗伤，众人等着希望的降临。好，结束了。哦。然后我觉得素环真跟叶小钗的升华比较好，我一直是这么觉得，因为耶稣的就是升华是就是该回合能力攻击力提升15%。可是我觉得，就是其他角色也是有这样的升华能力的，所以我不觉得这个对耶稣来说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升华技能。耶稣应该是要更强的升华技能才对，要不然，耶稣在霹雳布袋戏里面可是最强的人呢、欸？也不是说最强啊，就是大家对他印象就是一出来就轰爆对手嘛，对不对？像鬼王光，鬼王。不是鬼王光，那个邪影嘛，对不对？有一次邪影就被耶稣爆掉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升华就要怎么结束啊？那希望频道欢迎到频道左下方的图片和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也祝你最新消息也到右下角把订阅按钮的铃铛给打开，就随时追踪最新的消息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喽，拜拜。